这灵芝是咱古册内面吼，算讲上药，啊是抗老化上好的药啊，轻身吼，不老延年神仙。阮去研究以后才知影讲，哦，灵芝其实足好的，古书上吼所谓可以增智慧、无妄，那这个主要成分就是三点的，睡眠会让你变好，那你睡眠变好以后，你就会增智慧、无妄。好，我们后来已经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的期刊上面，证实说其实古书讲的有道理。野三地类上完的时阵，咱来个采收，多糖到什么时阵，咱来个采收。啊，这就是爱靠研发来把这个环境啊走出来。来宾的空气哈，拢是无菌的空气，好，拢过滤过。啊，所以哈，伊的湿度哈，甲温度拢完全控制。啊，佫一个，算讲伊的二氧化碳，哈，伊的二氧化碳嘛是爱甲控制，好势，伊即个灵芝才会大蕊。阮这是用中药材。的残渣，抽料的残渣，再过来再利用，吃中药材吃大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一挂物件是足干净的，拢无任何污染。大概哈三个月里面可以，好三个月到三个半月可以采收两到三次。一般的灵芝呢，讲像哈像加工一样哈，啊夹着扣混，扣，啊，阮这